犬啊，这个就是前裙后裤哦，前裙就是裤裙啊，算是裤裙吗？前裙后裤里面啊，前面啊，它还一条多一条裤子啊。刚才不敢穿那个短裤的，带走这一个吧，因为这个相比刚才那个来的比较长一点，然后它属于一个小 A 的版本啊，后面整排一样啊，它后面。整排 rubber elastic 啊，后面整排 rubber elastic 的，后面的口袋是假象，这个不是那种棉紧的西装配面料，因为两面料啊。如果是你穿上去的话，臀部是比较宽的，可是我们的尺寸可能说，有提供臀部，臀部尺寸会比较小，就是因为要方便你们穿脱，所以说，这件啊裤裙其实穿出去啊，臀部是还有这么多的空间哈、啊，可以，所以说这个呢下单打 quick size 就好了， free size 来的，我主播是穿的 S， 然后我是弟弟，我要是穿 M size 我这个款式。面料方面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没有布蓝色吗？啊，面料，把它是放微弹，给你面料是微弹啊，这个的面料是微弹。对了哈 ，OK， 今天的款式啊，前面啊、需要烫吗？微烫、啊，微烫，微烫，微烫啊，这个没有烫，看到吗？这一件是没有烫啊，这一件没有烫，它这边是有一个这样子。不可以开啊，这个不能够开的、啊、attach 那边，记得啊，这样子的款式、啊、洗的时候放弃那个 laundry bag 啊，不要再直接丢进洗衣机，因为怕我你丢进洗衣机，我怕你 ，我怕你脚两脚啊，这条金链不剪掉啊。OK， 前面纽扣，前面口袋啊，然后后面假象的 ，OK， 后面整排 rubber elastic， 前裙后裤啊，不是裙子啊，它是前这个尺寸吗？好像不对的。前面看是裙子，可能是你迁就那裤子的款式是吗？后面看是裤子版 ，JPP 零九，价钱是65，只有一个色 ，X 到 XL，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，助理是穿 M size， 然后我是穿的到 S。就说这个哈、啊，这个啊，穿上去说啊，它的臀部肯定是还有空间，因为我这边放 M 嘛、啊，是95，因为它拉伸它不是要非常的大，你看你主播你拉伸它会很大吗？不多 ，OK， 所以说我们是为了迁就你的穿脱，所以说整体上去它一样是属于一个小 A 的版型哈、啊，这个款式。有点像小女孩的，对，显年轻啊，一样是显年轻。哎，可是我要先声明啊，这件扯它会掉啊，它跟刚才那件啊短裙啊不会，因为刚才那个锁腰，这个我扯它会这样滑下去啊，基本上如果我正常这样子穿，它是不会滑下去哦，给、okay? 一个色而已。所以说过了是吗？一样啊，这个款式我是穿 M size。OK， 今晚的裤裙版没有，然后我就要介绍今晚的最后一个款风捞版 ，OK， 风捞版最后一个款 ，OK， 谁要找风捞的？它跟前款不一样啊，这一个。来，我里面换一个内搭先来，下子啊。这件肯定是比较大啊，我一样是穿 S 版。对了，它一个 oversize 的款式这样子 ，OK。它是吗？